我研发一个巧克力要用10年。姐姐，加把劲儿，他还没醒呢。醒啦！哇，他，我证明确实是10年，确实是10年。怎么才有资格呢？你们要满足我们三个 go。什么 go？ 什么 go？ 来，技师姐姐们，我们第一个 go 是。你够酒吗？啊？够酒吗？酒呢，就是说，你们的工作的时长够不够久？哦，够，非常久。昨天你最久，昨天我太久了，我昨天从8点半到晚上2点半，还挺长的哦。对，是。你嘞？我之前拍戏曾经有连续1个礼拜每天拍18个小时。哦，其实也习惯了，因为自己真正的喜欢嘛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确实应该。可可。你那个巧克力你一般制作多长时间？哦，那可久，一般我研发一个巧克力要用10年。姐姐加把劲儿，他还没醒呢。醒啦！哇，我证明确实是10年，确实是10年。我看见了。OK, 好了。我工作最久的时候应该是18岁的时候去参加过一个节目，对，那个节目就是连续3天，基本上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。我工作时间我一般直播最高播过5个小时。哦，那很厉害哎。就一直说呀。对。我也够久，我14岁就干这个行业了。对，那你没我早。我岁数比你大。漂亮应该很久吧？他每天工作时间只签2个小时。因为化一个半，然后卸半个点，差不多了。就这化上妆我就收够了。第二个够是啥呀？姐姐们，第二个够，你够孤独吗？你够孤独吗？你够孤独吗？孤独就是你们有多久没跟家人在一起了？因为工作的关系。我们都还年轻嘛，年轻就应该在外边多。其实也习惯了，是吧？因为本身除了这剧组，进那个剧组，一直来说都是跟工作伙伴呀、然后一些个工作上合作的朋友在一起，其实也还好。而现在很多人都在外面，也很久没见。对，大家其实都孤独现在，所以我们就在孤独当中自己找一些个抱团取暖的朋友和人嘛。各行各业大家都不容易。对，其实都是。那我们就第三个吧，好吧，第三个够，姐姐们，你够坚强吗？够坚强吗？我觉得其实我们是现在年轻人都挺坚强的，我们是以为自己不够坚强，但其实这个坎儿过去之后，哎，发现其实也没啥，超坚强。刚才我们都没有哭呢。对，我们经历这么多命案，还住在11号公寓，真的是太坚强了，胆儿太大了。小学根本不要学，红掌莫欺负。这都是啥？楼梯有灯吗？我们仨都挺怕黑的。哎，这儿我们这门开着。哪个？你看，他做直播间的，在聚好家庭。哎，有人来了。哎呀，我小叔。哎呀，妈！在大上都睡着。哎呀，怎么来爷爷这屋了？不，嗨，他口渴了，先来找点喝的。对，是上。嗨，我这儿也没水，这是有酒瓶子。这都是你爷爷养生用的，这都是。哦，这个怎么养？拔罐吗？那这个？我爷爷现在快放生了，做的太细了，这个精准做到每一个穴位。这个佑佑啊，哎，我有一个事儿啊，我想跟你说一下。你说吧，爷爷。那我们可以听吗？你可以听。哎，两位请坐。哎，好，来。哎，请坐。佑佑，你不要淘气了，好不好？听小叔说话。好，哎。啊，刚才呢，在这个宴会厅的时候，我就想跟你说啊，你虽然认回来了，但不一定有这个资格能。你看我们是俩朋友，来，泡一个。你们俩拿我小叔叔当人吧。哎，两位啊，这个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你们听了吗？你说呀，虽然今天认到他呀，对，但是你未必有资格进到咱们家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咱们家族有一个很好的传统，是对诗。哦，对诗，哎，对，好，就我赢了你之后，你就能进俱佳，哎，对，能进俱佳。你要赢不了我的话，你就走，你就回去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哎，这个两位当裁判吧，这是古诗，两位随便出题，
你说前一句，我们接哦，接后一句啊、哦，然后我们俩抢答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，是吧？这对吧？你别犹豫，你看你犹豫了吧？这算你输了。凭什么呀？你都没言语，不是你犹豫了，犹豫了可不行啊。满腹经纶脱口而出，脱口您就没脱出来，换一行啊。墙角数枝梅，轰掌拨清波，轰掌拨清波。啊，那能是一样？你反正我快啊！好，这说上来就行了，我不犹豫啊！你们比的不是正确率吗？就不用，就问你快不快？没问。一二三四，轰掌拨清波，来全轰掌拨，说一轰掌拨清波，离你轰掌拨清波。我能记住咱家。锄禾日当午，锄禾日当午，轰掌拨清波。小学生们不要学，轰掌拨清波。这都是啥？是疯子。哎，有点意思啊，有点意思。行啊，可不嘛。哎，不相上下有点。我想想用什么辙，我再难为你一下你啊。你好，你怎么现在？快去找找难为死他。哎呀，哎，你们来爷爷这屋干嘛来着？啊，我那个，我跟爷爷最亲，因为隔辈儿亲啊，辈儿亲。不要被表象所蒙骗，哦，你爷爷坐过牢，他可不是东西着呢。管家这回死，可能跟他有关系，好好琢磨琢磨吧。我说实在话，哎，他一说坐牢，你先看这个吧。这啥呀？这是一衣柜，这儿有一眼儿。他说什么呀？说我爷坐过牢啊？你说有没有？就是他。亮了，啥意思？直接就是他了，把狗头铡拿来。我刚来公司的时候其实挺帅的，没看出来，没有看出来，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如当年了。我一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一八几的大个儿，这有点夸张了，被生活磨平了脚后跟，你这个。我来到这儿意气风发，意气呢？我一毛不拔，我跟你讲，甚至这头皮现在都掉色，真的，我身体一塌糊涂，你看。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那当时我们在地下街碰到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跑啊？对，我没跑。哎，喂，走，嘿，踹，哎，嘚，嘿，我走路就这么快。你再走一个，我看看。太快了，健步如飞，真的。黑暗当中走不是很快，一下就被抓住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走了吗？我黑暗中走了吗？走了，蠕动。哦，我真不清楚，因为我睡了，我后来就睡了。然后我有很强烈的梦游症。哦，就是，我就做了个梦，我梦到我来到了蜡像馆，我看到好多明星，就是那个宋祖儿那个做的有点丑的。那说明做的很逼真，很逼真，做的很逼真。你这你，哑口无言。他都没头发了，留太条命盘。你最后一次见到副副经理是十点，都是十点，都是十点。那你觉得谁平时跟副副经理结怨最深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是郝宝杰跟我说了，是你是电梯意外死。说得好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你小心点吧。我再也不坐电梯了，我从今以后我就走楼梯。上一周有个女孩滚下楼梯死的，我跟你说。我以后一楼办公，我办公室明天就搬到一楼了。还有洗手洗死的，上厕所上死的。这个房间一转，就那边来15个杀手开始炸你。这房间再转回去就没事了。我们在哪儿？说出来。我们在发生意外的地方，意外公寓。对，都是真事儿。你代聊过吗？不，我从来不代聊，我都是亲自聊。明白。别人聊不出我的风格。那你觉得这飞姐有可能杀害这个宗总吗？飞姐绝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得照顾她的弟弟啊。
我觉得他不可能去杀害他一个仇人。哦，他有后顾之忧。所以你替他杀呀？你又可以保护他们，他们又再也没有任何问题了呀。我也有老婆孩子啊。啊？哦，你有吗？我以后会有啊。你直接就是他了，把狗头铡